走。周周跟小花在吵架，他刚骂小花，对着小花哈气。小花在哪里？我看到了。小花在看，到处探索。周周，周周，没事啊。周周很生气。欸、小花在这个里面呢，他从刚刚消失，然后就在这里。所以小花还是有点紧张，小花在找可以躲的地方。你确定你要在这边吗？这边是脚架哎、欸，你是脚架吗？哎、欸，露露很放松哎、欸，我看现在已经就像在平常在家里的感觉一样，他完全没有那种好像搬家的感觉。不是，他又要外宿一段时间，他现在在撒娇。我觉得他算是目前这四只里面最放松的吧。然后第二个就是柚子，柚子也便便，应该也算放松。嗯，阿玛，继续逛。阿玛，啊，不要去厨房，先不要去厨房。这间是以前的卧室，只是现在没有床了。伸脚，为什么你要一直跟着阿玛？嗯，这边没有床了。嗯，又倒在路中间。说说之前没玩到的公寓。他现在第一次进来吧？嗯，他第一次进星巴克，好奇妙啊！他竟然跟我们想的完全不一样哎、欸。我觉得因为地垫都混合在一起，他们很敏感，他们可能不觉得是一样的。没事没事，还是骗他们，这还是一样的，只是改装潢。那你往你那边走就走，你走你走。嗯，来到这间了，是不是觉得很熟悉呢？不太一样啊。但有没有觉得似曾相似呢？被露露进来了、欸、哦，哎、欸，露露 ，Socks 不爽露露啊？没事，没事，他走了，他走了，他走了。我帮你关门，我帮你关门，我帮你演着好不好？演着。周弟，好奇怪的组合。哎、欸，周弟跟露露没有怎样吗？他刚有对露露碎念一下。那、啊、露露有回嘴吗？没有，他就默默的走上来这边。那我觉得赵弟好像不一定一定要去 Socks 那间嘞、欸。嗯，就看他咯。啊，赵弟还没遇到小花。有小花躲在里面不是吗？你怎么还在这啦？这边柚子找不到你呢。出来玩。出来了，出来。来，下来。上面不是，上面不是。我觉得露露根本是因为你坐在这边，他就进来这里。他是选人不选房间。刚刚我走出去之后，他就跟着我出去。对，他看你要去哪里。干嘛？吸草啊你！干嘛找到草了？放松了，放松了。柚子被骂了。柚子不行，这边这边不行吗？柚子，我们还是出去好了。人家不爽了、啊，没事没事，跟柚子当朋友吧。啊，不要理柚子，不用当朋友。我知道你选这间了，对不对？不想离开，对不对？柚子竟然到人家地盘尿尿，到这边撒尿，哎，他要便便哎。晚长进来了，哦，擦肩而过。那边是死路，晚长每次都想去那里，不可以上来哦。会被骂。哦，这个是捍卫自己地盘。那买进来了，看，这间好多公猫哦。又去那个洞，每次都去那个洞。它踩在下面，你就知道。没事，没有人对你怎么样，知道吗？你们看到他们都没怎么样吗？放松，好不好？放轻松，不要那么紧张。阿妈，狂喝水。哇，出去外面玩啊，嗯，大家都在外面呢。小花很紧张。小花，你在找柚子？柚子在那边。柚子都没在找小花。啊，躲起来了，还在喝。先生，你怎么喝这么多啊？小花，你怎么这样子，这么胆小？我在门口了，你可以吸引小花看看。小花，哎呀，小花终于出来了。男生的飞奔，那么飞奔，那么来的。小花，吃好吃的。小花，嗯，吃。喜欢吗？肌肉要吗？三角也来了。啊，好喜欢。三角来了。
你干嘛说？轮流，来。你退后一点点嘛。他很急耶。对啊，哇，很喜欢，味道太香了。香很香，小点心。嗯，你要不要？小花，小花来吃。那我也要。哇哦。啊，柚子走了。倒了。啊、你撒出来了，全部人在抢哦，他们很像那个鲤鱼池的鲤鱼，哦，全部在抢，怎么办？你撒出来了，你看三角整只趴在这里，不给别人机会，好夸张哦！三角给不给别人吃？刚刚晚上遇到露露。露露骂他，欸，他们还是死对头哎。露露跟晚长，刚刚露露先骂他，居然记得哎。对啊，你们是怎样？露露刚刚进来没有对任何一只猫叫一句哎。对，他也没有凶 Socus， 完全没有啊。他看到晚长整个不孕的记忆都回过来了。对啊，为什么露露躺着了？招娣现在已经不想要回原本的茧了。哎哎，走了。最爱的踩沙发哦，你很会踩沙发耶，身段苗条，对。露露，他看到我哎，晚长啊，露露，我在下面。你不要跟晚长计较。对，晚长在下面呢。晚长小你那个十岁，你不要这样子。跳可以跳啊。下面啊。他觉得太远。没有，他在看，他没那么聪明。他没那么聪，哦，上去了。跳第三层哎。招娣可以去跑跑哦。还可以再上去。哦，招娣是第二个成功探索的。哎，右走刚才走到上面吗？有右走走到底，好强哦，很顺哎，他们走很顺。三角是很享受你的服务，三角很享受，享受摸摸。三只老猫都超稳定的。晚上上来了，啊，招娣在上面呢。你先让他走吧。招娣看到他了，晚长那边就没有路了。招娣好像在瞪晚长，晚长进晚长香了。久违的晚长香，晚长本人来了，少了绿色垫子。哦，对，要在里面再铺个垫子好了。还好晚长香，我们把它带上来，有在里面晃神的感觉。刚刚眼睛疯狂眨了几下，这是一个撸猫场合。这是猫咪咖啡店。嗯，阿玛去哪里？阿玛我也要撸你。三宝猫，一个小访谈。你们现在满意吗？新家？他们都很开心的在这里，然后那个阶梯也有包上去，对，现在还有两只，反应比我们想的好，很符合他们的那个啦，可以跳的距离，现在有几只找到位置的猫，就是找到定位的猫，第一只招娣，它已经趴下睡觉了，它在那个最角落睡觉了，对，然后第二只晚长，它在晚长箱里，你要从侧面拍，看起来一副快睡着的样子。然后再来第三只是三角，三角在这里了，他刚刚就想睡觉了，在露露呢，露露还不算找到定位，他现在他在跟着你，他还在探索中。柚子了，柚子也是，他的定位就是没有要停下来，哦，他就是每一件都是他的，对对对对。然后最后还有一只看似找到定位，但事实上他是根本没有去晃过，紧张到不行的，就是小花。对啊，我们都没拍到他，他都一直在里面呢。他目前还躲着。是不是在这里？我看到他了，他要走进去。小花，你叫那么大声，你要不要出来？你要住这里啊？真不适合住一辈子呢。哦，还有一只找到旧定位的猫 ，Socus。刚好之间是露露跟阿玛，对啊，就让他们在这边睡觉了。然后我们可能这一两天。白天会打开，让他们再继续自由探索一阵子，这样。刚刚相处感觉都还可以。他刚刚在外面绕了好大一圈，对，然后最后还是回来了。阿玛也是在那边绕了一大圈，最后还是回来了。找到一个，哦，他也是旧定位嘞。他找到王位啦。现在大家都旧定位了，对不对？对。刚刚探索完的猫都开始旧定位之后，搞不好你现在可以让小花慢慢在外面探索。哦，小花现在终于出去了。Topos 的门。阿玛露露之间的门先把它暂时关起来，然后让小花可以慢慢的探索，因为小花刚太紧张。对，那你今天就在这边休息了，回家。阿玛，这边很好睡，睡觉睡觉。
现在关灯准备睡觉了，晚上还起来，哪还在乱晃，就只在乱爬。Docus 晚安喽，睡觉。现在客厅有小花招娣，又在三角还有晚茶，有时间给小花慢慢的探索。结果还是被包围。我在用电脑，万川也在这，小花也出来了。被拍的超级挤。天哪！怎样？你们是怎样？柚子，不要开那个门，那边里面没有东西，里面很无聊，不用看。它这个柜子本来就有这个缝。你常一直在我的门口，我在门口挨，你不知道睡哪里是不是？有个柚子呀，到底又找到位置。睡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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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关灯了。柚子在这边睡觉，招娣在这里，小花在电脑前面，晚上还在熬夜。去睡觉，去睡觉，去睡觉啊！随便找地方睡啊。那我在这边发呆。到处看。可能这一件事情是年轻志明，他做的决定可能会是一个比较稳定这样子的一个状态。